哎，老王，对，我都不小心的，哎呀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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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对不起，没关系啊。杨明远，王孝臣，明远，孝臣。 夏夏，你到底有什么？是你，小陈，真的是你！真想不到你也在台湾呢。我是民国38年到台湾来的，你呢？哎，听说你到美国去了？嗨，说来话长啊，反正又从美国回来了嘛。啊，哎呀，真想不到能在这儿碰到你。凤竹呢？还好吧？好。那孩子们呢？ 我记得咱们的嘉陵江畔分手的时候，他们还都抱在手上呢。现在啊，都已经长大了，一个念专科，一个念高三了。啊，你想想，我们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分手的，到现在啊，足有16年了吧？哎，16年，真是个漫长的日子啊。可不是嘛！哎哎，不行，咱们得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来来来来，上车上车上车。老王，送我们到家园去。好好好。 什么？原来名画家墨菲就是你。我在报上看到墨菲这个名字好几次了，可是就是没想到会是你，真是了不起。<笑>反正就是混饭吃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想当年在沙坪坝的豪情壮志，现在全变了。啊，你呢？还画不画呀？当了十几年小公务员了，画画，它都是陈年往事了。 当年你说，一个艺术家吃不饱饿不死，还是当企业家好。结果你还是没放弃画画。现在，你名利老婆都有了，真叫人羡慕。现在艺术界也不好混，学了3年半都开画展。我呀，
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其实讲明了也是为了赚钱呢，跟生人也没什么差别。我还想改行呢。别开玩笑了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名画家了，这样的成就你还不满意啊？咱们老同学了，当年还同穿一条裤子，我骗你做什么？我这哪算什么真正的艺术家呀？倒是你不画画呀，那才是艺术界的损失呢。来台湾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画笔，笔都生锈。你想想，从杭州我带着孟竹、小童、小白出来，这一家老小都要吃饭，我还有挑剔职业的权利吗？孟竹还好吧，我还真想象不出来他现在是什么模样。想当年他可是沙坪坝上的一只小粉蝶呀。明远，咱们看孟竹去，我真想马上见到他。还有小童跟小白是吧？走。孝春，我看还是改天吧。我想给他一点心理准备，改天你带着新婚的嫂夫人一块来，我想孟竹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就这星期六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真没看过像你这种男人，风雨浪雨打过滚，商场上的头号人物居然连条领带都不会打。你知道我以前很少穿西装，中国长衫多潇洒多飘逸多有书卷味儿。别书卷味了，你又不是教授，你是房子公司的总经理，总不能穿件长衫去赴宴会吧？武天，武天，如风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什么事啊，王叔？我上屁股了。你呀，越来越没大没小，待会找你算账。何叔呢？我有事找他，在楼上书房呢。哦，对，王叔，等一下，我有急事。何武天，何武天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人真要疯了。孝晨啊，你今天怎么连名带姓的嚷嚷进来了？没事儿。我是忽然想到咱们念书的时候，你们要出去啊？我是来接总经理去参加一个宴会的。还早，你们有事你们先谈谈，我去和卢峰商量一下明天开会的事情。好。孝晨，咱们好久不见了，你刚才说什么念书的时候？这个林平当年女秘书好几年了吧？林平，是啊，已经五六年了。会不会升格成何太太？你觉得她行吗？当然，这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聪明温柔大方。什么时候和你们的喜酒啊？太早了。你不觉得他做双双的后母年轻了一点吗？双双。
隐形人。好醒目的一个隐形人，好漂亮的隐形人啊。伟哥，你不要去参加那个没味道的宴会，还是陪那个漂亮的隐形人去吃牛排好不好？双双，改天我请你吃牛排，今天晚上不行，你别烦你伟哥好不好？我烦他？我怎么烦他了？魏如风，我有烦你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你烦我才是我的荣幸呢。油嘴滑舌。我们也该走。好了，上上，回头见啊。小陈，咱们走吧。哎。双双，别陪王叔吃顿晚饭呢。哼，谁不叫你大画家？刚娶了个大美人，你不用同情我，去陪你的大美人吧。各位，隐形人去也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咱们家的双双。小童啊，帮我把空心菜摘一下。啊。六个煤球十二块，又涨价，还交过电费。妈，是不是收支又不平衡了？每个月到了月底就是这个样子，可是每样东西能省的，伙食费呀、燃料啊、医药啊、水电啊。常听的那个女孩，在班上我们最要好，她请我去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。生日晚会，那还得穿着像样点的衣服才行。这没关系，我就穿平常衣服去就行了。可是，总不好意思空手去嘛，总得带一个蛋糕或什么小礼物的。所以我说，跟生活环境相差太悬殊的人交朋友，是一种负担。你不是说顾德美的爸爸是开纺织厂的吗？他们家很讲究，什么东西都有。要是这个月的账目不够，我就不去了。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去。其实你也是18岁的女孩子。应该有些像社交活动。顾德美是你的好同学，不去有什么好意思？妈，我真的可以去啊？让我来想想办法。你先别跟你爸说。
讨厌啊，小白。讲不听的。求你了。热死死呀。爸，我放学了。嗯。小白呀，你老喝烧水拉肚子。哎呀，你放心了，全家就我身体最棒。你猜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喝自来水。小白，小白呀，你瞧，你把水溅到我锅子里去了，别再瞎搞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！哎，你看看你，一身的汗，是不是又去打球了？是啊，哎，篮球啊，就是我第二生命呢。下学期我一定可以选进校队了，不信了，你们等着瞧吧。你就知道打球，打球又不能当饭吃，给你念那么贵的私立学校，就是想你好好用功，知不知道？老师，你不听话，你快擦干了吧，当心感冒了。嗯、好了好了，都嫌我，我去看我人魔盖星大战去。什么？他要去做什么？他说他去做大代数去了。妈，是不是吃饭了？哎，又是空心菜啊，天天都是空心菜，想吃块肉都没。谁说没有肉？肉丝豆干，你看豆干肉丝，看小白。啊，肉丝切得那么细，简直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嘛，妈。我拒绝再吃那么多空心菜，我呀看到空心菜就脑袋空空。你不吃空心菜也脑袋空空。爸，爸，他来了。哎，你要是给我争气点儿，考上省中，不要去念那个贵死人的私立学校，我们就不会穷得天天吃空心菜。别人都不说话，你还挑嘴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大家等你吃饭呢。怎么，不饿？今天我遇见了一个人。谁呀？一个你再也想象不到的人。嗯，这有那么神秘？你说说看。王孝臣。你想象不到吧？王孝成也在台湾，真的是他？当然是他，他是41年由香港来台湾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你更想象不到。什么事啊？莫非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？莫非，我知道莫非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最近才从国外回来的。不错，这个莫非就是王孝成。我居然到今天才知道，孝成是名画家了。你想象不到吧？你又在看武侠小说啊？当心啊，妈待会出去检查，你又挨骂了。保命保命嘛！我跟你讲，这小说啊棒极了，这比起你什么《傲慢与偏见》《小妇人》《茶花女》，哎呀，真不知道好看个100倍、1000倍呢。嗯，真有这么好看、啊？当然喽！你看这百毒人魔啊，碰上这个铁心公主，哎，这下有戏好看了，我非得看看他们这一战，哎，到底鹿死谁手不可？讨厌啦！你好好用功念书了啦，这小说我暂时保管了。哎，姐。哎，姐，你怎么可以出卖我吗？让我看完这个章回好不好？拜托拜托了。小白，你懂事一点嘛，妈已经够心烦的了，你难道就不能体谅她一点呢？哼，你们就会把自己的痛苦建筑在别人的快乐上，你为什么要来扫我兴嘛？你就多忍耐忍耐嘛，要不然待会妈进来啊，你又要挨骂了。哎，她才不会进来嘞。你没看他整个晚上都要跟爸谈什么王孝成、王孝成的，
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啊，看他们兴奋那个样子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听爸妈提起过王孝成这么一个人。你答应礼拜六帮我想办法的哦。你放心吧，妈会的。谢谢妈。小童有什么事儿？鬼鬼祟祟的。没什么，他叫我帮他找点东西。想把旧衣服改一改，给小童穿。小童，小童，妈，你叫我啊！小童，是一件衣服，要是能穿的话，妈帮你改。过啊，快去穿上吧。难为你把这件衣服收藏了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你还想保留些什么？小童礼拜六要到同学家去，我想不出别的办法。你也知道，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。谁叫她命不好，做了我的女儿，我穷养不起这么高贵的孩子。
宁远，你怎么讲这种话呢？只不过是件旧衣服。你保留这件衣服，是不是为了纪念那个人？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一回来就不对劲儿。十八年了，我未曾想到我主意，想到我杀平八，想到我逆转，想到过我的话，这些个我全都牺牲，只是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，是不是？知道你羡慕萧城的成绩，因为他当年的成绩远不如你，可是我并没有逼你娶我。回头把腰改一改就行。妈，爸怎么了？他不高兴啊。礼拜六你爸爸要请王叔叔吃饭，我跟他提起家用，他就不开心了。没关系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哦，妈，这是不是当年你跟爸的订婚礼服啊？刘爸，嗯，明天早上要提增资计划的报表，我希望你资料建立的越周全越好，免得日后麻烦。我知道，晚上我会再看一遍，所以我资料全部带回来。现在海外市场正热，增厂势在必行。香港的门市部也在洽谈之中。海外的市场更要捷足先登，明天我还会再打个电报过去。哼，哎，你们真当我是隐形人没看见我啊？不要谈公事好不好？爸，你一个晚上都在跟魏哥谈公事。哎，你晚上在哪吃饭呢？你们猜我会上哪儿去？我猜啊，你一定又吆喝了一大堆小财白党，跟他们去大吃大喝了一顿，对不对？什么拆白党啊，他们只不过是跟我一样，是被拒绝在联考大门外的啃书虫。少少，你别禁锢着玩，该收收心了，今年的大学联考转眼就到了，你有把握吗？哎呀，别谈这些伤脑筋的事嘛。哎，你不是说明年卷土重来一定要扬眉吐气的吗？是啊，你们等着瞧，今年是我大意失荆州。好，明年你要考上了，爸爸送你一部汽车。真的？你看，加油哦！魏哥到现在还在骑摩托车呢。啊，魏哥，礼拜六我要去参加德美的生日舞会，你帮我挑一样新奇的生日礼物，然后陪我去跳舞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生日礼物干脆就用我们工厂的样品好了。不行啦，顾德美又不是土包子，才不会看上我们公司的样品呢。顾德美就是顾镇的千金咯，我跟他父亲也熟。若芳，也帮我选份礼给他。好，我来接。喂，找谁？你等一等，我看他回来没有。伟哥，又是一个莺莺燕燕找你。魏日峰。喂，你猜我是谁？我怎么猜得出来你是谁啊？你真健忘啊！我是杜尼啊，怎么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？哦，对不起，一下没听出来。怎么你感冒了？我不是感冒，我是害相思病。怎么，你今天来不来看我？抱歉，今天晚上不行了。
那就明天了，你可不能跟我说你明天有事哦。好好好，明天。好，再见。你的女朋友都是指纹楼梯下，不见人下来。哪天我要遇到一个真正喜欢的女孩，一定第一个带来给何叔看。等你哪天成了家，安静下来，叔叔才能真的对你放心。当年是我把你从上海带出来的，总要对你父母亲有个交代。何叔，你放心，在外面都是逢场作戏，我会有分寸的。您栽培我就像自己人一样，我要结婚的话，一定也会找一个让何叔您中意的。只是到现在为止，我一直没有碰到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。总会有这么一回的。人生总会有那么一回让你刻骨铭心的感情。早点睡吧。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条上天堂，一条下地狱。慕天，让我告诉你，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我都跟你一起去。为什么只有天堂和地狱可以去？难道人间没有我们容身之地吗？如果能够跟你在一起，这人间不就成了天堂了吗？那么我们只有天堂可去，因为我们不会分开。分开了就是地狱，分开了处处都是地狱，在一起处处都是天堂。慕天，我们不会分开，我答应你，我们绝对不会分开，我们也不能够分开，我们不可以分开，否则我们就只有都进地狱了。进来吧。好，进来吧。明天你一定要交代魏哥陪我去舞会，不然啊，他一定会黄牛。他敢这样对你吗？他才敢呢，根本就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，整天就忙着跟那些个莺莺燕燕的约会，你也不管管他。管得了吗？你魏哥又不是小孩子，他自有分寸的。爸，你老替魏哥说话，我就少了个妈帮我撑腰，老天爷好不公平，为什么偏偏就让我没有妈妈，现在让你们两个男生欺负我冷落我。谁说爸爸冷落你呢？谁敢冷落我们家的小公主？那你到底跟不跟魏哥说让他好好陪我？好，爸爸已经特别交代他，要他陪你玩，一分钟都不许冷落你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。
猜我是谁。半夜里的艳遇，不是女鬼就是小鬼。哼，见你这大头鬼。怎么还没睡觉？又失眠了？我在背英文啊。书呢？让我考考你。再考啊，就考交了。你呀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哼，告诉我，刚才打电话来的女人是谁？哦，内功啊，税征处打来查账的。你骗我，鬼才相信你的话。好了，双双，魏哥被你熏开心惯了，你就别再折腾我啊！大家睡觉去。告诉你，总有一天啊，我会查出你这个秘密情人是谁。你管的也太多了，还是把你的心思放在功课上。我想知道的事情就一定会查清楚，我想得到的东西也一定会得到手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天下除了你爸爸，就是我最了解你了。你最拿手的就是寻人开心。哎，礼拜六陪我去顾德美家，不要忘了。好好好。一只卧斯给他们看看好不好？伟哥，戴花布嘛，别那么死板。今天在向仙女下凡，美极了。谢谢你，顾大哥。哎，叫我德宗就好了，顾大哥太老气了啦。哥，啊，你本来就太老了，我有机会让你弟弟我。小童，我请你跳舞。我不会跳舞。没关系，我教你啊。走，来，去吧，去吧。来，现在让我们请和双双小姐为我们唱支歌。双双要唱歌。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
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人生本是梦，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